我舅舅他自从当上了医学院院长之后，就不再收捕食生了。而且他这个人啊，最讨厌托关系，用他的名字招摇撞骗的。你好，这边请。这不是安然吗？算约会啊，也不介绍一下。这是秦明，这是我大学同学周薇。 还挺帅的，班长，你品味越来越好了。他是我同事，我们俩也好久没见了。我也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啊，挺小的。还有更巧的呢，小雨待会就过来，我跟他呀最近在商量结婚的事。哎，亲爱的，这是我未婚夫方小雨。嗯，我们还有工作要聊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哎，别走呀。 现在不是下班时间吗？有什么事情比得上两同学相遇更重要了？安然，好久不见，这位是你男朋友？哎，坐下，快坐。不要打扰人家了，我们去那边坐吧。我让你坐，你就坐。哎，对了，班长，你现在还是在做法医吗？我呀，现在在做医美，就是医疗美容。 其实我觉得吧，趁年轻的时候多挣点钱也不错，不然啊就跟着书呆子一样。哎，不过啊，我家小雨啊，他是滨湖大学临床外科的博士，院长啊亲自带他，可器重他了。我爸妈呀也可喜欢他了，说他混得比我还有出息。你们说气不气人嘛？安然，你还好吗？你是滨湖大学临床外科的博士生，是的，你有认识的人吗？ 郝知秋教授是你的导师，你还知道郝教授啊，有见识。不过最近两年，他好像都没有再招博士了。我家都跟他打好关系了，虽然还没正式公布，不过他已经是了。我舅舅他自从当上了医学院院长之后，就不再收捕食生了，而且他这个人啊，最讨厌托关系，用他的名字招摇撞骗的。不好意思啊。 用词不当，不过性质雷同。你是郝教授的外甥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个建议，如果你真的想当他的学生，我建议你去旁听，我了解他。那就不打扰你。老板，买单。哎，好嘞。安然。啊。这是你男朋友吧？是刚调来的同事。哦，也是法医啊。 那以后少不了来这儿聚餐，150，你扫码关注老张小厨，给你打8折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常来啊。哎。